一个人的危害，它是对一个民族的危害，对人类的危害，包括是人类的公敌。怎么可能让它继续啊？病毒的危害，病毒的猖行，与暴政同行。病毒的根源是暴政，只有铲除暴政才能铲除病毒，远远大于病毒的猖狂。大家一定要有信心。